中国女排能在世锦赛中收获四连胜，与朱婷的强势密不可分，但终究中国女排是一个整体，再强悍的个人也离不开团队，一个好汉三个帮，一个篱笆三个桩。在朱婷大杀四方带领中国女排高歌猛进之时，老将闫妮的表现证明了她仍是中国女排不可或缺的一员。免锦王排名不虚传，在一场对阵加拿大女排时，闫妮八口五中二篮，62.5% 的命中率为全场最高。由此不难看出，闫妮虽然出手机会不多，但只要下手就能收获得分，时机的把握拿捏的恰到好处。虽然篮网得分也不多，但在关键时刻的篮网相当提升球队的士气。作为一名31岁的老将，闫妮诠释了何谓宝刀不老。同保加利亚一战开局，中国女排就陷入了被动，朱婷也出现了罕见的低迷，扣球无法得分，甚至屡次出现失误。而此时的闫妮继续稳定发挥，14投8中3篮，拿到11分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此言非虚。作为与徐云丽同时期的球员，如今的闫妮已经是一名31岁的老将，是联赛上闫妮的状态欠佳，甚至出现了下滑。亚运会上闫妮也是被胡明月屡次换下，就当所有人都认为闫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之时，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叫中国女排的免锦王牌，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，进攻能震慑对手，篮网能杀掉对手，威风与气焰如此闫妮。虽然两年之后的东京奥运会他能否坚持不得而知，但本届世锦赛他仍是郎导手中的一张绝对王牌。复工新人中，无论是入围本届世锦赛的胡明月、杨涵玉，还是因伤未能出征的王媛媛，以及去年大力培养的闲人高颖，同闫妮相比，他们的经验与阅读比赛的能力都与这位老将有很大的差距。同意大力的交锋马上就要到来，如何限制艾格努这枚重炮的轰炸至关重要。作为中国女排的背长城，中国队还需要闫妮的拦网与进攻。如果想要在本届世锦赛笑傲群芳，闫妮的作用不可替代。也许这是闫妮的第一届，也是最后一届世锦赛，但为了心中的理想与追求，即使伤病缠身巅峰不在，她也仍是中国女排最稳的网上长城。